到底小庞和詹姆斯能够顺利的跨过去吗？鼓足了勇气，小庞和詹姆斯往河边走去。不过如果不过河，就没有办法把便当送给爷爷。小庞和詹姆斯再度鼓起勇气准备挑战。慢慢的走，小心点哦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步步为营，小心翼翼的走着。尽管偶尔会停下脚步，但大致上还算顺利，很棒哦。啊，詹姆斯，小心一点！就在离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，他们两个同时都停了下来。最后的难关，快一公尺的河道，对于小小身躯的小庞和詹姆斯而言，这就像是一道大鸿沟。海中守护着他们的公泽先生也显得忧心忡忡。加油啊，小庞、詹姆斯！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庞成功的一跃而过，问题是詹姆斯不敢跳。狂拉詹姆斯要他跳过来，但是詹姆斯却抵死不从。就在这一刻，